实话，我挺理解杨仙的。他现在是社区警察，他的时间不能由自己去支配，这跟理不理解真的没有一点关系。你还没嫁给人家呢，就开始向着人家说话了。妍妍，女生外向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难道还是真理吗？妈，你还知道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？我还以为我们家生活在古代。好了，不要生气啊。其实呢，今天杨欢说了一件事，倒是启发了我。什么事儿？一般情况下，在晚上的时候，杨仙事情没有那么多。那能不能赶上他哪天晚上没什么事儿，我先给你们打电话，然后让他过来呀？哎呀，这营业入室，非礼非礼。爸，你要再这么说话，我就不跟你聊了啊。好好好。你爸的意思就是深更半夜的来家里，不庄重。我就想问问你们，你们对待我感情上的事儿，确实是很严肃的吗？是啊，我们很严肃啊。既然很严肃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抽空去社区警务室看一下、体验一下呢？什么？我们去那儿？对啊，你们去切实感受一下社区警察的工作啊。什么？你爸妈妈要来警务室找我？我猜的。你猜的？这种事能猜吗？那怎么了？你又不了解我爸妈。这次呢，他们说的话我是能听懂的。明白。所以我觉得我猜的肯定准。行。知道了。什么表情啊？小少，我觉得我们去那个警务室看一看，也未尝不可。你说呢？那他们伯父伯母来到了警务室找我的话，那我们谈什么呢？你不用跟他们谈，你就听他们说就行了。但是呢，听他们说呢，也挺费脑子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说的话你确实听不懂。会念诗吗？他们会啊。啊，平时还吟诗的。文言文啊。桃花树下桃花烟。有机会我也给你吟一下。好啊。我能。嗯。接了啊。接吧。你让我接的。嗯。好。哎，如信，哎。现在吗？好，那我在你警务室等你。郑小姐，今天我休息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再见。再见。你要走了？就感谢他一下，因为不，我可以。他跟你聊的就是国家大事吗？不，我跟他之间永远是公事。哦，对，最多还有一层感谢。走吧。不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以后呢，不要叫如心，要叫郑小姐。我现在能去找郑小姐了吗？可以。OK。我真走了。走吧。我可以再多坐一会儿，没关系。不需要。好，走吧。拜拜。打电话。喂，杨仙。哎，我今天来找你呢，是想跟你说，我对你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。你知道，像我这个年龄，其实我的父母比我还要着急。特别理解，我父母也这样，天天催我。明白，完全明白。所以呢，我准备开始我的新的感情生活。太好了。我祝福你啊，真的太好了。你敷衍我。没有，我是真心祝福你。要不你扒开你看一眼，这不是新建院那边啊，刚刚撤走几家保健品商店，我怕有人在那儿临时摆个摊儿什么的。小勇子今天休息，要不然我待会儿再去也可以。对。
杨仙，我今天来呢，不是来跟你索取祝福的，我是想跟你说，对于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，其实我是蛮珍惜的。如今你看我三番五次的打电话给你，问你这个问你那个，说实话我很不好意思，可你每次都在帮我，你启发了我，你让我智商又更上一层楼了，打开了我人生观也好，价值观也好，我欠你的，我还你，真的，我肯定还你。杨仙，我们还是朋友吗？必须是。不光是朋友，你是我的良师益友，老师。如果是朋友的话，就不要跟我说谁欠谁的。我还是欠。其实，我还是很希望和你保持朋友关系。当然，当然，朋友一直我们都是好朋友。这个吧，我们这个多好，上次也可以这个，朋友嘛，对吧？纯洁的友谊，纯洁的友谊，国际范儿。对，其实外国人都这样。谢谢。哎，别走！哎，是不是找我？杨仙，你太不坦荡了吧？哪有人啊？真的，你等我一下。你看看，你都看见了吧？什么人呢？太不像话了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二位是找我吗？你干什么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哼。哦，伯父、伯母是吧？杨仙。不好意思，明白了。刚刚啊，那是我一个好朋友，我经常麻烦人家，所以我只有感谢才会这样。年轻人嘛，有的时候这很正常。您别往那方面想，国际化。来，好，来。你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干什么？好，那咱们俩来。不是，你感受一下，来。你让开。不是，伯父，我七零八。敢做敢当，哎，哎，他们好像不是这个社区的居民，他们是教授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来吧，继续。乞丐，再见。妈，你干嘛呀？我在这汇报工作呢，有什么事晚上说不行吗？张科长，哎，要不你就回去吧。你行了。我马上回去。对不起啊，曹书记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去吧。他家里有事儿啊？不清楚。哎，李主任啊，你看，这就是张岩写的养老扶助五大服务项目工作报告和总结。哦，来，他的定制化设想，蛮严谨的。我看看。我们抽出宝贵的时间，看到的却是不堪入目的场面，严重的伤害了人类高贵的感情、高昂的气节、高贵的尊严。他这样做，对你也是一种侮辱，你知道吗？张岩，你虽然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是你必须要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。哦。
我没有那么大的学问，更说不上是知识分子，我干嘛要保持气节啊？我们去警务室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你说这孩子，他们去你那儿感受社区警察的真实生活，感觉出了问题。哎，你跟郑如新到底做了什么，能让他们有这种感觉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让我想想。哎，小邵，我们是不是再去找杨仙谈一谈呢？我们去看他。啊。他那么优秀，自然会有女人喜欢他。今天，我们看到他跟高级白领拥抱；明天，我们又看到他跟低级白领拥抱。岂不是又要生一场嫌弃？我们没那个时间。妈，听你跟我爸说这些大白话，也没怎么高雅嘛。张岩，哦哟，你还嫌我们俗气了？没有没有。哎，咱们不跟他争这个啊。小邵，我觉得啊，只要杨仙这个人品行端正，咱们做父母的就放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些项目着眼于现在，有些项目着眼于长远的利益。只要养老扶助项目在收支持平，这就是成功。这个项目的社会效益，康民护理已经赚到了。这话怎么讲？前段时间你去省人大跑吧，民政厅就到了潍阳，对几家有名的护理公司和家政服务公司进行了调查。哎，你确定他们是为了养老项目来的吗？这听起来吧是泛泛而谈，他就不是为了这个养老项目而来的，也有意义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个企业家是否具有眼光和胸怀，是决定着这个企业能够做多大的根本所在。有魄力。咱们的养老扶助项目现在是不是已经出了效果了？不，今天没有啊，但明天一定会有。关键是看咱们能不能坚持，有没有韧性。好啊，太好了。哎，啊，李主任，嗯，你呀，赶紧把这个消息啊告诉杨仙，咱们分头去通知。行行行，先开个碰头会，哎，把咱街道办能用的关系啊都用上。好好好，咱街道办最大的优势。就是养老扶助项目先行了一步啊！对对对对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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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任，哎，杨康明已经答应做配送服务卡了，不用街道办跑了。是，曹书记打给我呢，我先挂了，好不好？杨总，郑小姐来了。不，你这怎么搞突然袭击呀？你一个人在那儿想什么没事呢？没什么都没想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刚才在楼下我看见杨仙了。对，我们俩呀在相互的交流中，提升了各自的素质，但境界升华了。在你办公室就不要给我打官腔了吧。哎，说真的，你骗良心对不对？你这话说的怎么能是骗呢？我们俩身份不同，我是商人，我得盈利，要不然我员工吃什么呀？我呀只是没告诉他，民政厅来调查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。针对你们企业？对，我得到消息啊，政府准备把社区养老体系建设这一块作为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。他现在允许民间的资本介入，政府还给补贴，还给政策的扶持。我先走了一步，希望很大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杨仙呢？
我又不是唯一的选择，现在有很多企业等着介入呢。你说这个项目，有街道替我去跑，区政府替我去跑，还有杨仙这么个人物替我去跑，哪比我的力量大呀？其他的企业后来争夺这点薄利，薄利，你知道吗？一张床位，补贴10万块。10万？那就是说，白手起家这个项目也可以做。对呀，所以我现在不能告诉杨仙。杨仙呢，他本身对我有歉疚，所以他一定会尽力帮我跑这个事儿。康明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和杨仙相处要以诚相待。你说有各界的知名人士为我跑这个事儿，还有杨仙这么一个人大代表也替我跑这个事儿，这对康明护理公司来说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儿。对，杨仙给你送免费的形象代言是吧？啊，对，对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找你来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帮我查一个人。他的母亲曾经在康复中心住过院，那儿好像有你的项目，你帮我查一下他。这你男朋友也差点意思吧？不过那个还得恭喜你啊。恭喜什么呀？你恭喜错人了，这个人现在在追如玲，他条件挺好的，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。不是，有什么不对劲呢？你想啊，如玲是职高生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我才把他带在身边。但是这个人是海归博士，条件非常的好，而且追求如玲追求得非常狂热，越是这样，我就越不放心。朱心呐，有些时候啊，感情和利益不能放在一起。但愿是我多虑了吧。这是喜讯呢？当然是喜讯了。你知道吗？开办一家有100张床位的养老院，就能拿到1000万的补贴。哈哈。嗯，真是。嗯。可是康明护理的养老服务中心，全是分散的呀。哎。这是因地制宜呀，从实际情况中走出来的一条新路啊。何况五里庙、三里桥、东方家园这三个社区连起来的养老院，形成了一个网络服务啊，还配有呼叫设施。你说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这个管辖区里边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养老院，根据情况，实际情况需要什么，什么时候扩大，你说好不好？那康明护理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示范企业？从这次会议的精神上来看啊，有关部门要对这个能够承办养老服务院的公司进行严格的筛选，符合入选条件的只有康明护理。你找我来做什么？客观因素，困难一大堆。我们开完会，张岩就给马局长打电话，可是马副局长的手机一直关机。一打听才知道，人家专建领导小组昨天就成立了。张岩呢？张岩，你师兄现在啊是夜不归家，在躲人躲事儿呢。你就那么相信他呀？就那么确定他是在外面躲人躲事儿啊？他万一要是拿这当借口，其实是躲你怎么办？哎，你说他躲我干嘛？哎呦，现在外面什么一夜情啊、包小三儿啊、什么搞外遇啊，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？你说的好像是你看见过一样。嗯，那倒没有。他要是真做了，肯定不能让我看到啊。嗯，我这不是。
帮你想的嘛，你帮他扎个预防针也好啊，让他赶紧回家。你就跟他说，有家不回什么意思呀？你赶紧回来，你要不回来的话，我就跟你离婚。离婚？我这个年纪要跟他提离婚啊，恐怕正中他下怀呢。到时候你师兄可就光明正大的，哎，什么一夜情啊，包二奶啊，养小三啊。不，到时候就不是这些了，到时候就是明媒正娶了。哎，张岩，你这到底算哪头的呀？当然是你这头的了，我这不帮你出主意嘛，你赶紧让他回来呀。亲，怎么还跟我们玩躲猫猫？我去，你去哪儿？师妹，啊，你跟你嫂子说我在外边搞小三搞情况，我这都快妻离子散了。今天你还把一个穿着警服的仙哥放到我家门口这么溜达，我来回的邻居看见怎么说？我真以为我在外边搞情况。他那个影响不好是不是？你以为呢？不如我们就在楼道里面把事情谈清楚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你是我亲哥，我恭请二位到我家里聊，行吗？开门。行啊，行。我今天真心真意的喊你一声仙哥。哎呀，我确实比你大，我尊敬你。没事，说吧。哥哥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哥哥，啊，各种苦，各种的怨，我跟谁说呀？哥哥，可不能白叫，跟我讲。那今天咱们就真真正正的把话放到明面上，咱们把讲明白。好，我现在这个位置，天天盼着有好事来。好啊，好事来了，我又怕出事儿。你现在眼里只有一个康明公司，你知道整个江苏省有多少这样的公司吗？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啊，这和整个省有什么关系嘞？这是什么项目？什么项目？示范项目。哦，有多少人是奔着这示范两个字来的？就是他们就是示范。对啊，为了达到他们那个目的，示范项目能怎么样呢？啊，示范项目能跟政府挂上钩吧，对吧？能跟政府官员拉上关系，对吧？还能得到政府的扶持，这样他们的目的就轻易就达到了。他们目的是什么呢？财路广，路子宽啊。哦，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他们不管做了什么，最终的目的还是？对，他们都是为了要钱，但人家那个钱呢，要的冠冕堂皇，你这个钱要的呢，啊，连弯儿都不带转的，直截了当的，正大光明的拿张纸就过来，政府，我要钱，我要扶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不应该吗？我们光明正大呀，光明磊落呀，我讲的是事实啊，需要什么说什么呀，难道这也有错了？我的天哪，我非要编一大堆什么什么样的理由骗骗政府是吗？我不会。好，说到示范，康明护理在之前示范的时候谁拿的补贴啊？人家公司自己内部拿的补贴，这是事实吧？这我知道。你知道，马天，你刚刚跟我说了这么多，我习惯性啊，作为一个警察的思维来分析的话，你受贿了吧？哎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没，你看你激动什么呢？你没受贿，你应该坐下来，好好的跟我讲啊，对不对？紧张什么呀？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有还是没有？我敢有吗？就告诉我，我兜都比脸干净了，我还敢受贿？我什么位置啊？我现在万众瞩目，多少双眼睛盯着我看呢？我敢吗？我好，您现在这一句话，啪嚓就把我推死了。没有，就是个猜测。仙哥，你能不能不要拿你社区民警对待那些人那种方式来跟我聊天，跟我说话？说好了，咱们谈心交心，好，是不是？
那我们就好好聊了。好，咱们就事论事。就事论事。那我就非常严肃认真地跟你谈了。好。从现实的工作当中来看，你刚才也提到了赏字，我们放眼整个江苏省，之前有没有类似或者跟刚康明护理公司一样的模式？有吗？没有。养老体系的建设方案，你师妹写的非常好，我看了很多遍，我欣赏。里面提到了五个针对性的对策，你看过吗？我看了。你认真的看过吗？我看过了。我觉得你没有，并且有必要，我现在要跟你阐述一遍。没这个必要吧？第一，抓思想认识，强化主动性。养老辅助社基本上实现了社区养老的生活照顾、医疗保健，还有精神慰藉，这一些单靠我们街道办是做不到的。那康明护理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没有花财政一分钱。开展社区养老这个服务，实际上它也是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建设平安中国的要求，甚至是基础，对吗？对，这是对吗？这点我承认，你们做到了。可是之前没有人做呀，康明护理后来做了，做到了，并且做好了。结果等你们的财政补贴一到以后，那些没有做过的人把这给抢走了。没有康明护理的份儿，凭什么呀？你们这么做事儿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有点缺德吧？嗯？这别这个。我现在告诉你，第二个，搭建平台，建设养老服务的基础。三个社区建立了24个养老辅助点，一个服务呼叫中心，还有一个配送中心。会员大概有277位白发苍苍的和蔼老人，有38个护士跟护工，每个月只要花300多块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一间的照顾，而且还同时兼顾着居家养老服务。是谁在支撑着？是康明护理全体上下的护工和护士用他们的血汗在补贴，政府的支持呢？我半毛钱我都没看见。Shit！ 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语气词，不好意思，别介意，语气词，我不说了，好了吧？不说了。师兄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资金都是康明护理自己支出的，还有那些医生跟护士。他们呢，因为看到了这些行为被感动了，所以决定了免费的帮着培训。你看人家做的，你呢？你做了什么呀？我这边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整天就知道研究那些材料啊、报表啊，你也不下去看看。我真的不想给自己去解释啊！你们以为我愿意闭门研究吗？你们去看看去。每个领导小组成员家里都会有人去送过礼。你收了多少？我收？我敢收吗？我收啊！那是什么？那是一颗明晃晃的子弹，那就是包公那狗头铡，我敢收吗？我好，我现在就出门，我走不了200米就有人追上来，送礼的，请客的，带着出去喝茶了。行了行了，那你不知道拒绝吗？哎，你看看，一句话就能解决，就你说了那么半天。师妹，你能再天真一点吗？啊，我在维扬整整10年了。好，咱不说上面给我压下来的这些关系，就说我自己的人脉关系、人际关系、人情关系，哪个不把我压死？我拒绝。我记得我当时分流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说你这么努力上进的工作，不是为了要往上爬呀。那你现在这是干什么呀？躲在酒店里天天看方案、看文件、看材料，你不实地考察一下那些企业到底做得怎么样，就这么做决定了，你不害怕呀？我怕什么？你不怕那些没被选上的公司追杀你啊？哎，张岩，不负责任的话不要乱讲。好说话。他懂。行。我怎么了？你把我师妹教的确实不错。我没有教她，她领悟能力很强。好，好，好，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吗？
这事我帮你办。突然间觉得你特别可爱，什么呀？而且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了，好爱你啊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就喊出来吧，给你个机会表现一下。大声喊那种吗？当然啦，喊出来。我好了。啊！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神经病啊！那我是让你喊，你爱我，你喊爱干什么呀？好，重来。对，这个真的喊不了，太俗了，我觉得。那什么不俗啊？你别人都玩过了嘛，我们怎么来点新鲜的，对不对？行，那你给我个新鲜的。那比如说，我现在啪一下跳到湖里面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太冷了。夏天的时候我去嘛。啊，我的智商真的都用在社区里了，用没了。我在你身上就没有这些虚的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那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嫁给我吧，我们结婚。你走不走？走。回不回家？同意了。走不走嘛？从这个调查的结果上来看，这个文从云人很可靠，而且很有孝心。他的父母呢是口碑很好的小学教师，从小呢对他的教育也很严格，详细的在里面你看一下。是啊。跟我还客气。十家公司里，我这算什么呀？背景深的大有人在，都跑半个月了，我跑的油费都够给几个人开支的。田局啊，我们小组成员对各个单位都实行了考察，那有的根本就不具备护理条件，那都是炒作新奇概念的。您要是这么拖下去，那我只能辞职了。这件事啊，我们都省心了，省厅一锤定音，杜绝所有关系人情，以硬性指标确定示范单位。这个指标呢，基本上是按照康明护理的现有状况定的。按照康明的状况定的？是。局长，怎么能有这种转变呢？小人物能挑大梁，杨先去跑的。哎，那个张岩不错，调回来培养培养吧。啊，张岩这事儿不好说吧？这次啊，你是参加市里召开的先进街道干部表彰大会。李主任，我真的不想去。上次您把我拿去感动群众，我已经觉得很不适应了。怎么叫把你拿去感动群众啊？啊，你是被评为感动群众的先进街道干部。您是不了解我，我这个人吧特别懒，我懒得跟陌生人寒暄。我要是成了先进，成了典型，我就要去开各种会，见各种人，握各种手。握完了手吧，我还得洗手，我觉得特别的累，我就别去了。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？啊，哎，这可不能成为理由啊。娘，哎，都在这儿呢。曹书记，曹书记，正好你来了。哎，做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他不愿意去市里开会。哎，张岩，培养年轻人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。能不能减少一点责任跟义务啊？这样还能轻松一些。我还有事儿呢，先去医院。等等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，康明护理被挑中了。真的？哎，哇塞，这真的是个好消息，我得赶紧打电话跟他们说一声。哎，嘿，张岩。康明，有政府扶持呢，固然是件好事，但这个作为示范项目，在规模上是有要求的。
根据新东方周围的人口数量，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200张床位以上的规模。马局，您说的这个要求，我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完成。你那也别急于求成，现在劳动局、卫生局、财政局，再加上我们民政局，要对所有现有的养老辅助机构，包括你们康明公司，进行一个全方位考察、审核，还有评估。嗯。哎，大家里边请。一会儿啊，我带大家去餐厅关一下子，啊，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大代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里边请。范小勇，你出来。范姐，这屋里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人啊，他们是有围养的，有从外地来的，都是来看杨警官的。杨先又惹祸了？不是，这不扶助式养老院正式成立了吗？然后呢，杨康明先生呢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养老院的来历。正式的感谢了杨警官四处奔走啊，为人民办实事这种精神。好，也就是说他们要把杨先接过去去办扶助社。不是，这些人呢是来看一看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大代表是个什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每天都有人来，今天呢最多。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来参观杨先的。哎，我建议你们公安局啊，干脆把我们杨先弄成一个展览品，然后呢在全国各地巡展，我就是经纪人。可以，可以吧？那杨先什么情况？躲了？不是躲。这样，欢姐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今天人有点多，然后行，你去忙吧。杨先啊，上级接到通知，你被提名下一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了。我。哟，杨先，这又是一件喜事儿。当然了，压力，淡定啊。杨先，你果然得躲人，你，王小勇都替你撒谎。小辣椒还这脾气，叫人、啊。我喊他来的。周叔叔好，孙阿姨好，你好，阿姨身体好点了吗？还是老样子。哎，你倒是越来越好看，越来越漂亮了。那当然啦，我的漂亮就像闹钟，每天早上我都是被自己的漂亮惊醒，然后再。你少给我吐，杨先，那么多老人在警务室出了事儿，你赔得起啊？你没看那边有那么多护工，还有应急小分队吗？他们都照顾得比我周到，比我专业。对啊，你哥特别忙，他要替养老院找房子，听见没？还要做老人的思想工作，好多老人想进辅助点，但是年龄跟身体都不符合标准，所以呢，你哥呢还要安抚他们。你听听。嫂子不用再跟他解释了，好吧？说多了会累的。不是，没事，说多了他嘚瑟。没事了吧？回家吧。我有事儿，我今天专程来接你的。你老妈就知道吧，你今天肯定没什么正经事儿，所以呢就说动两位教授临时出马，地点就定在我亲妈家。哦，这么高规格，什么事儿啊？两家人正式见面啊。这好事儿啊。对呀。一起啊。嫂子，我请半天假。好吧，我一起。我大事儿。又喝酒吗？我少喝。他不喝。行。对，他从来不喝酒。回去换衣服。走。好吧，先给嫂子送去。我来吧，您忙去吧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来，大家坐。好，来吃点水果。好。哎呀，这房子真漂亮。还行吧。太可以了，很有品味。净豪奢。啊，净房子！张教授说我们是，跟这个房子比，咱家那就不是房子。那当然了，张教授，赵教授，你买吧。这个我爱人呢，曾源啊，来不了嘛，特意叮嘱我代表他表达一下对新一代警察的祝福啊。谢谢你啊，周所长。应该的。老爸，有空啊，带着清远到我们家。尝尝我们老赵的手艺，我们老赵炒一口好菜啊！热烈欢迎！舅妈，宝贝儿，现在还不好喊舅妈，张阿姨和大舅舅还没有结婚呢，知道吗？喵喵说可以喊舅妈，叫我姐姐吧，好吗？来，去。哎，张哥，赶紧去，两个教授在爆料呢。爆什么料？当然是爆你舅妈的料啦。烧烤已经好了，你吃吧。走。哎，又
聊得真热闹。哎，快快快快来！哎，人都到齐了啊。那个，现在让我们隆重的邀请张教授、邵教授给我们讲几句。哎，好。张教授，来吧，说两句吧。我们的女儿张妍啊，在近九个月的时间里啊，变化特别的大，这得益于杨仙对她的影响。我们夫妇呢，希望这种影响能够继续下去，直到他们两个白头偕老。好。那什么，我觉得啊，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呢，我也有必要讲几句啊，代表我们杨家啊讲几句。我觉得呀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哥呀，我觉得张酸的这组，我呀，哎，刚刚吃了半天，特别好吃，赶紧好了，我抬一下你们俩，你抬，抬，什么？抬，抬，走吧。我觉得我哥，哎，张酸，爱说话，哎，刚才你不是只想说让他们趁早领证吗？什么呀？我呀，就是想当众重复一下张教授说的话，你们当时都没在，都没听见。张酸，满12岁了。怕黑怕冷，夜里呢躲在被窝里尿尿，不敢上厕所。哎呀！杨仙和妍妍的恋爱谈的时间已经不短了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谈谈他们结婚的事情啊。哎，这个吧也是我们迫切想办的事儿，我就一直在设计。是回到过去，还是依照今天，还是展望未来？哎，行行行，人家这时间都挺宝贵的，你就别太绕啊。你看啊。I see trees, green, red roses, too.什么事啊？把你美成这样啊！啊！哎，伟哥，伟哥，来来来！啊！见着岳父岳母啊！是是是，我很开心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不好意思啊，伟哥，回去我收拾他。谁你伟哥？我没那功能啊！你绝对就是我伟哥。跟你说个正事儿。说吧。你知道润丰商贸吗？知道。他的老板一山回马来西亚2多月，到现在没有回来。